咋上去了？你看，碰我碰着车碰过。一回呀，我的娘嘞！我走过疙瘩着，成天碰着蹦跶着玩的，我都没听说，我真不知道。反正还是邻居弄那房子，我就打药了，去给他打了了，打了了，我说看看，他说叫看机子，我就那走呗。哎，端出去，我叫这水给他抽走，给他弄点净水，再给他。看那主人没给下，那收着啥净泥一盆儿，这水壶给他弄一弄。哎，对了，给他弄一水壶。啥？水啥出事了？那就是的，都离不了水。走吧，走。是时候天天给他搁这里回来哟，叫他回来，他都抓他的。多弄点。咱俩变成他的主人了。你呀、啊，你看看，一点有难，大方自愿。人不就是这劲了？谁年轻干不住精力呢？我真说不讲这个。那有个年龙呢？有个年。找找缸啊！找缸的水。找缸是水，舀里头，舀里头就搁这里头给他拉上，那就耽误钱。他说还得七八天回来。是啊，你看呀，他进城走不得好车。谁着了呀？哎呀，老天爷的，我走过搁在那晃着玩着的，我也没听说。你不知道俺走过连着的。我着呀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说俺打出手机了，你打我打，我说打你给我找不着打的，我说就是的。完事不完事的。坏事，坏事都人造安全了。对，养几天，他有点真是养几天，养几天了，他造安安全全的，是不是？我做的也是凉，都给他倒了两盆。中啊，你看看你咋倒的？吃吧，呱呱，连吃带喝，换主人了，很呱嘞。吃不人了，你看看。我弄着跟那个葫芦大的，这鸭子可不吃了。这好像他翻的这些草啊，这不知道这真些，翠翠家都是那些那些年不多，这些年才真些，哎。你看这也可不那根儿抓住那地似的。嗯。你说，我还没结婚呢，俺去广水跑烟，我扛七十多斤走那个湖滨桥那上铁道，走那沿着那铁道，扛二里多的那烟包。是啊。那可不得先扛到，你先扛住上车。你咋还干我那活儿了？看你哥说呀，上不上，上不上了。我扒着车门，灯都快上上，真着不中了，真着不中了。那种，哎，哎，培训，那个除草剂打了了，金子给你喂上了，鹅蛋吃了俩鹅蛋，药鸡蛋搁到料缸里了，哎，真。你有你安心跟那养伤，赶紧养好妥了啊！哎呀，酸滴滴。哎，那你可那就是一下，那一辈子都是跟一块这个劲了。你看，那除非有事了互相帮忙，没事了谁过谁的。我正着跟着那酸地正撅着屁股给你薅草嘞，哎，也不知道你跟哪医院的，我多想去摸去看看，不知道你跟哪医院。哎，俺俩。那打药那钱，哎呀，打药那钱，那我给好那记着嘞。
了，哎呀，中中中意呀，这都无所谓，中中中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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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。你看啊，这果料念下雪了，念头都下了一场雪，下的不可小。果料念这一场雪下的比那一场还大的。前两天那个薄秋衣、打底裤都穿上规矩了一圈了，这两天面裤、面线又捞上了。就这下这点雪不用浇冰了。嗯。前两天都结了下了一场规矩一般的那个就是旅游的雪。这温度还是没有那东西，你看它下了，这玩意都开始化了。我也吃上面问题。爬不上我们爬完的。上面问题。嗯。也不用加底了，是真的。去看看底下有雪。妈妈，妈你看。这底下的雪也化完了。这。稀罕的，今年没完着雪。来坐个，没一会儿。怎么了？开了，看看，那是啥？啊！妈家伙！粘到你手啊！你从这滑出去了！爷爷，那可不行。这些年过了年，吴牛说过了年该下雪了。吴秀那一年还是有转，那一年过了年呢，走亲戚的。